收看国民大会，我是王浅秋。今天开春，二零二三年的一开始哦，的确还是好多光怪陆离的事情。不过， 今年开始，好像越来越多的案子是摊在阳光下，一堆莫名其妙的事情。来看看新竹棒球场的案子，新竹棒球场一挖开来，搞了半天十二亿盖的不是豪华的棒球场，这个废土场，我的老天爷啊！所以今天呢，这个台新竹市政府的发言人就特别把相关的证物移送到地检署去，因为地检署说我没收到啊，没有收到啊。虽然去年五月有简报，没有看到证物啊啊，所以就送过去了。送回去呢，还手上拿了这个叫做什么电线啊，现场居然。 啊，这个居家营造的工地主任把这个东西直接偷偷的拿走了。那他,他自己说，哎呀，因为我觉得现场应该不应该有这种东西，就拿走了。但其实当中很多人关切啊，为什么这个灭证吗？那为什么拿出来后来交出来长度不一样？怪怪的，是有多少根电线在这个土地里头？那么当然，媒体人周玉阔的回应也很有意思，他直接回答说，谁知道这个些废土里面这些乱东乱七八糟的东西是不是这个高红安自己派人去埋的？这个就厉害了，听听他怎么说。 你自己是个市长，谁知道你挖出钻石电线是不是你昨天晚上派人去把它埋的、啊？<laughs> 而且他说他挖出来之后隔天不见了耶。对呀，对啊我觉得好奇怪，<是>为什么会这样？他的那种要我的话，我就可以说你笑死人了。你不争取什么什么热身赛，是因为你没本事。然后第二呢，你不前天晚上你叫你的那个、啊、你是我，如果是我猜，你可以叫你的小小楼啰到现场去 <laughs> 把电线什么埋进去再来挖、啊。呸呸了，少来了。哈 我姑姐我也觉得好奇怪哦，我老天爷啊！如果真的有国际赛，然后这些球场里面的土壤伤了国际的球员，我们是不是丢脸丢到国外去啊？好奇怪啊！那么林志坚也好奇怪哦，像之前被说是超跑奸，现在叫做废土奸吗？他居然还公开发了文，他发的文呢，让大家四点声明也是瞠目结舌，其中只列举一点就好，他。 特别，他没有任何反省哦，也没有任何觉得不好意思哦。他是告诉高红安呛虾喊话说，必须解决问题，要向球迷跟市民朋友承诺哦，棒球场什么时候可以开启使用，让球赛回到新竹市立棒球场，回应市民期待。哇塞，你里面挖了多少东西，买了多少不可告人的东西还不知道，我怎么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启用呢？而实际上的孙元昌回答也很有意思，他说减掉独立办案。 证据到哪里就办到哪里，所以证据应该不会太多的意思哦，<laughs> 可以被收起来吗？那么吃深面前五指只哦，大家在问。 这些土从哪里来的？这些应该要被处理过的土被埋进去，那原本的土呢？地下停车场三点二亿这么贵啊、哦，贵三三。工程挖出来的土总该是正常的土了吧？到哪去了？哎，是被拿拿去其他的地方使用了吗？另外有个独家消息，说是清竹市的市议员哦，陈庆林说，过去就曾经有民众跟他检举，说看过厂商混营造商的废弃物跑去盖。 倒到这个土里面去来做施做棒球场，就曾经检举过。他当时甚至发了文，要求让市政府让议员进去了解。结果呢，市府回绝，甚至用公文回答他说：“哦，施工当中没有办法进去查看。”到底在掩饰什么？杨明觉得太瞎了吧！开春这第一个新闻，让人家觉得无法接受吧？你知道这个林志坚哦，在去年这个球场哦打了两场比赛嘛？大家记得十二亿打两场，哎，七月二十二号、二十三号。 当时总统也去了，中中华职棒会长这个蔡启昌也在了，然后呢，沈惠宏、林志坚这样拍拍坐在那边。你要跟我说哦，原来哦，原来那个时候验收还没完成哦，你这个为了要选举，所以呢，提早让职棒球员在上面比赛，结果你现在说，哎、欸，你还没有完工啊，这个责任在你哦，在现在的市市政府哦，这会不会笑死人啊？尤其是呃，林志坚现在讲的一副哦，这个工程跟他没有关系。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哦，你知道在去年选战的期间哦，林志坚自己说的哦，他说八年来他所有工程他自工、oh. 亲自监工哦，亲自监工哦，没事就会去巡工地哦，结果你居然没有发现土壤这个外野的这个土壤里面埋的有废弃物，有这种所谓的事业或建筑的废弃物，块石头对什么都有。我我们先不管他。 即便今天这个他他他他,他,他们在玩一个文字游戏，就是说这还没完工，所以这是市府跟厂商之间的合约关系。你们这个厂商用了非法的这个土石掩埋，是厂商要负责。好，我们就问一个最简单的事情。有议员说，去年去年哦就已经有民众检举说有疑似有这个呃事业的废弃物在里面去掩埋了，然后呢，他们议员想要去调资料，想要去现场会勘。 你知道那个市府跟他们说什么？说啊、哦，我们的草皮在喷农药了，不能进去了。啊，我们的这个这个这个还没完工，是工地，很危险啦。欸、不断的拒绝。结果当这个草皮全部铺上去，土都把它都把它盖上去之后，哎、欸，才让人进去。那你要跟我们说，那哎、欸，都已经在上面铺那个接球、打球，都已经比赛了。你说这个球场的场地还没验收？ 你不要再骗人了、欸，那么多观众在现场。哦、没错，现在林志坚等于就是在谢责。当然，我觉得这件事情哦，还有的查。为什么？欸、高红安只是随机挖一块，就挖出哎、欸，他不是拿这个金属探测器哦，这边哔哔哔有电线哎、欸，我才挖，不是、欸、他是随机挖一块就挖出奇怪的东西来了。好，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看哦，第一个剪掉要不要块，剪掉不办的话，是否有没有办法再去开挖？ 去确认它下面是不是大片的这种所谓的事业或建筑物的废弃物，那再来就要就责，就是说厂商你的这个这个相关，比如说违约的责任有没有违法？违法,法是为什么？废弃物清理法，如果今天是这种事业废弃物是不能埋在这边的。当然，它如果是哪里来的，哎，这个都要查清楚。比如说那个电线，搞不好可以查出一些蛛丝马迹，它是哪一个建筑物拆掉，或者说比如说这个棒球场本身它拆掉之后，这些土方啊，这些所谓的这个废料，然后呢，它就就地掩埋。 那这都违法哦，这都违法哦，所以如果这些资料能够最后，我觉得高安还有一段路要走，这个只是一个起点哦，这只是一个让人家觉得匪夷所思哦，原来这个球场下面真的埋了一些不能不可见人的东西，这是第一步。接下来后续有、哦、包括厂商的责任，包括前市府有没有督导不周的责任？哎，不要忘记七月十，你知道七月十二号在那个比赛前。 新竹市政府还多了多多开发了一笔哦，多编了一笔这个一千七百多万，要给这个这个营造商干嘛？改善最后的缺失。那哎、欸，就是因为你一直追加、啊，本来应该要完成验收的，结果你现在说哦，因为你追加这一笔，这这一笔要干嘛？这笔就是因为当初要准备为了比赛要把缺失赶快改善，哦、是。结果后来一开赛，哎、欸，球员受伤，这个改善又延长了。在没有改善完成之前，你不能比赛。<laughs> 现在哎，讲、欸、的一副是高红安的责任我、欸、哎、欸，我真的大他讲的出来，对我大开眼界，我大开眼界，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很简单，就是查清楚，然后呢，可以的话全面开挖，然后呢，看看里面到底什么东西。好，不要忘记，新竹的大秘宝不是只有棒球场，是，对，当然只有厂商的问题吗？官员呢？这个所谓的验收的结构呢？ 看看所谓的新竹球场大秘宝，哇，丢脸丢到国外去。其实不只是我们球员受伤，现在哦，蓝委爆料说，大联盟的委托怪手，就是、大联盟国际组织准备要挖了，为什么呢？因伟说甚至爆料，开了记者会说啊，这个大秘宝告诉大家，聚家营造这家公司跟监造厂商爱益康都是惯犯。因为为什么？他们所谓的惯犯是说有两个特色哦，追加预算。 桶包自己监造、自己监工，然后自己来监验收，呃，这当中的这个关系由自己来，通通都不断的追加预算来完成。那么新竹市议员陈庆林更爆料，这公文是我们拿到从议员手上拿到一个，呃呃。 反蛮独家的资料，他告诉大家说，当时他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就曾经去要求相关资料提供出来啊。当时验收有没有验收好啊？结果在验收资料里面，在爱益康公司回给他的内容里头，居然有包括什么 VIP 室啊，什么中控室，就是没有草皮耶、欸。原来草皮可以不在验收的范围之内啊，斌哥。嗯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厉害的地方啊！他们现在你验收这种都有，都给你分这个分那个，然后就跟你打这种迷糊仗。那这个居家跟爱益康呢，过去这种前科累累，又是围标公共工程被判刑呐、啊，要不然就是公安事件呐、啊，造成好几个人死亡了、啊，然后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都有。所以问题是我们的结构就是这么奇怪。这些厂商哦，大家记不记得之之前那个普悠马事件也是这样？ 那些厂商明明之前都有一些问题的，然后他继续可以承揽工程，然后承揽工程之后，很多还不是他自己做，他承揽完之后又发包,包给别人做，然后他就专门赚中间这些钱。那请问一下，我们政府到底要任由这些厂商横行,行到什么地步，你才甘愿？那每一次你都把这些工程给这些前科累累的厂商，那很简单嘛？那他就我以前就是这样做，那你你还一直要给我做，那就表示我过去做的好、啊，那我当然就继续做啊，因为你叫我这样做。啊。那所以。 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公务人员他们只能够找，因为这个招标法规定他们只能够找，比如说你有哪一哪一种证照的厂商，或是我们平常经常往来的，他们会这样不用再去开发新厂商，对他们来讲比较安全。可是问题来了，如果一个前科累累的厂商，他一再能够承承包公共工程的话，我们的这些法令相关法令都不需要修改吗？公务处没有问题吗？是啊，他还发文宣市找来、欸 公务处为什么要发文酸市长？超简单的、啊，因为他快要没工作了，所以他当然要酸了、啊、他不酸，你以为他就会有工作吗？所以这个时候赶快就是要先撇清责任呢、啊。可是问题是，公务处在这一段这个事件上绝对扯不清的。特别是这件事情最好玩的就是，刚刚杨明也讲了，因为林志坚自己都说他自己亲自下去监工了，太好了，太好了。所以你就脱不了干系。嗯、这件事情如果出事，绝对跟你有关，有因为是你监工的嘛。 嗯、这这非常明显嘛，可是问题是一个球场就能够搞成这样，我我现在觉得高那个高雄市政府、新竹市政府，你们先不要去挖，因为你明天把资料移送给新那个地检署，<属>地检署理论上来讲，他应该要把这个地方先圈禁，不能够包括大家记不记得昨天发生什么事情？那个监工直接去拔电线，把它拔掉、嗯、对两拔他拔两根，只交一根，求问一下另外一根电线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也不知道，然后 <laughs>。 重点是不能够再让他们去破坏这个叫做犯案现场，所以一定要保存现场，然后地点所要去现场搜证，然后要有公证单位，然后直接去开挖，要去挖,挖看到底那个下面存什么地方。但是不要不要忘记哦，不要说今天只是在这个球场的土里头挖到东西，就发现土有问题。 其他的结构，要不要顺便检验一下，真的。因为，哎，他在这个地方会作弊，你觉得他在其他其他地方不会作弊吗？不要忘记，这四个连厕所门都会装管的球场，所以他可能所有的地方都有出问题。所以要查就要一次全部查到底，不要事情出现了什么事情就只查这个地方，然后其他地方都不查。那如果你们是这样做的话，那抱歉，我认为你在包庇犯罪。 十二亿的废土棒球场，这个其实层层下去问题还很大。废土从哪里来的？是不是应该要从某些地方收了某些费用，应该去处理的设置的这个储土,土方的费用，现在被拿去乱买嘛？而且这不是第一次。新竹啊，我们公园监事长呢，二零二零年八月也发生一件事情在，在叫做哪里？绿光公园，它也是新建的公园里面花了一千万整修，结果里面买什么？ 废土被挖出来是废土啊，哦，所以才会有郑克爽相关的这个关系图被爆料出来说，说其实啊，连李延慧这个是民党发言人、中华大学董事长，这当中土地拥有的关系跟这个所谓杨玉金、民进党的金主哦之间。 所以关于共有共同拥有,有土地，然后这些土方是不是有密切的关联，这个人际的关系图就可以查。那么甚至不止清竹是如此哦，新竹县也是在虎口乡这里哦，也爆料出来说，其实乡公所七年前向军方争取了十公顷一波土地，结果土地一挖不得了，里头底下居然都是大量的废弃物。为什么本来要做一个环保的公益的公园，结果怎么挖了之后想要改建整建，就发现里面通通都是废弃物？到底是什么模用西美厂商或是可以拿？ 来违法这样请到呢？预定二点四亿元，结果一万两千公立方公尺的废弃物去清运它，所以这已经不是一件两件呢。哦，从公园到这么多个新竹、新竹市、新竹县，那么好几个地方，通通都有类似这样的问题。那这个跟台南或桃园这种土方清运的庞大利益，甚至是土地在地目变更之后的使用，有没有密切的关联？当然，这个废弃物清理哦，其实这种土方哦，理论上。 他要用的是球场哦，像球场理论上要用的是合格的，比如说砂石，呃，相关的这个呃红土层啦、黑土层啦，呃细沙粒啊，然后什么下面是什谓厚碎石的这个级配等等，他们都有相关的规定。好，那可是呢，像以我我以这个二零二零年八月这个案子哦，他是一位新竹市的议员，叫田雅芳哦，他在质询的时候直接质问林志坚哦，他是直接点名某建设公司哦，他哎、欸、那个建设公司哦，他捐了一块地出来。 然后呢，最后发现，哎，这块地给你们盖公园哦，盖一盖，整地的时候挖出一堆这个所谓的事业废弃物，好夸张好。那挖出来了，结果呢，哎，这个怎么处理？就地掩埋，哎，埋回去啊。<laughs> 他埋回去说，哦，就因为这个我们在公园里面有造一个丘陵，<laughs> 然后呢，就把这<了>这个废弃物在就地埋回去。哎，好。结果呢，新厨市政府居然准，哎，哦，居然准，哎<了>，好。那这个案子，这个建设公司刚好就是那个关系图里面。 其中那一位阳性的哎、欸，这一位那刚好他的这个夫家哎、欸，应该说其中一位议员的夫家就是这个建设公司的时候，你不禁让人怀疑说新竹到底还有多少这种问题？这只是其中一环而已，这还是议员咨询的内容。所以我说会不会哦，到时候高鸿安干脆哦、喔，那个所有公园哦、喔，比如说每个月开放一个公园，全民开挖哎，欸、<對>会不会都挖出一堆,對,一堆对，这个全民挖大大密宝哎，然后呢，你像虎口这个案子哦、喔，其实。 这些废弃物，只要之天有废弃物，这些的这个呃污染过或者说掩埋过的土地，最麻烦是处理，因为你知道现在有一公吨的这种所谓的事业废弃物，一公吨哦，清理的费用有些已经喊到上万了。以前是你知道在疫情之前大概是三千五千一公吨，现在都是加倍。为什么？第一个没有地方可以给你收，大家都不收了，没有地方收。然后第二个。 这一些料，因为我收了之后，我还要把它分，因为这些料都它都是很没有去分过。比如说有些东西真的是危害整个对土壤對。然后第二个是因为环境的问题，没有焚化炉的量可以烧。然后有很多都是哦，我先送到焚化炉把它烧完，剩下渣再又变成用炉渣来处理。现在焚化炉的量也不够，所以呢，现在这个处理的费用越来越高。 那有没有可能像青竹棒所讲，就是他们不想花，厂商不想花这个处理这个废弃、哎，收了钱进来，但不必处理。没错，或者是他们，你知道，他们其中一个监工的那公司，他有废弃物清理的业的那个业务啊，嗯，搞不好他是帮人家处理，就因为我我这里有个洞嘛，我就把它买进去，搞不好还赚一笔。好，这是一种可能。而这个军军事用地哦，我在两年前我写过一一篇报道，也是这个六军团里面一个少尉哦，他私自把。 国军的像这个戏子有一个空空就是呃空闲的营区的这个土地哦，闲置的地区，对，闲置的这个<地>这个这个军、嗯、军軍,军事用地哦、喔，直接租给这些环保公司丢弃这些废弃物，可以这样啊？他自己租哦、喔，然后呢，官房自己印自己盖，然后呢，结果那个六军团根本没有收到钱，都被他拿走，太夸张了，这严重的土地违他租一年三百多万，嗯、喔，进到他的口袋，结果呢，我告诉你，这个案子爆发之后。 他直接潜逃出境哦，最后的人赚不到啊，待机，哎，钱赚了，他跑掉了，所以这种案子非常多啊。可是这个这些就变成你知道、啊、这个叫做后面要处理的费用成本非常高，全民买单。我觉得这个才是现在，我觉得全国应该要来清查一下，到底有多少公家用地有，或是这种军事用地被这样子掩。 呃，倾倒、哎、这个呃，事业的废弃物，非法的废弃物，这些见不得人的案子连环爆哦。礼拜天马上就立为补选，台北市马上就要投票了。这对于赖清德现在马上要接党主席，是什么样的心情，<coughs> 什么样的角色？比方说补选呢，就听不到蔡英文的声音要去站台啦，就是赖清德要承接吗？那除了新主之外，当然还有台南。台南这几天来，包括呃最新的消息是，呃，其中找不到人的这个林世杰啊，说跑。 照理说应该要被监控在案才对，既然是交保在在外的，居然一度会找不到人，抓不到人，都爬山没有讯号终于上午拘提到案了。那很多议员说是人心惶惶的，重要的角色到案之后，赖赖幸德对于台南这里除了新竹搞不清楚，还被资深党员呛啊，哦，除了骂林志坚、哦、又轰棒球场，找不扯不昔日的光荣。那当然，沈惠宏在现场也出出现了，人家问他棒球场的事情。 哦，什么都不回答呀，他只有很狗腿的对赖清德说：“哎呀，我们要叫未来的赖总统。”赖清德心里会开开心的起来吗？台南的案子，他扯不清，撇不开黑道黑金都跟他有关系的人呐、啊，新竹那更是丢脸丢到家了，那。 蓝军又怎么样呢？最新的有个消息传出来说，郭台铭心痒痒了吗？有一篇报道告诉大家说，党内的劝进声音不断传到耳朵里，他听到了。关键他到底要不要选这件事情？他、啊、除了跟侯友谊通过电话哦，幕僚说他们两个其实没有见三四面呢，是通了电话。但关键的决定时间点，哎，年后有可能会宣布要选吗？兵哥怎么看赖清德跟郭台铭？赖清德这个证监会其实蛮尴尬的，因为。 林志坚没有去是正常，因为林志坚现在不是新竹人，他桃园人，所以虽然他没有去，后来没有选成哦，但是他户籍已经要到桃园。那沈惠宏，因为他要选新竹，所以他户籍在新竹。那可是沈惠宏在现场就是听着人家怎么去骂棒球场啊，怎么样啊，论文怎么样啊。嗯 那沈文勇当然很尴尬，但是这个就是展现一个交交通部参事的一个气定神闲的态度，<laughs> 就是完全当做对,对<吧>完全当做没听到，嗯、所有的事情都不干我的事。他他其实到到现场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去拍赖清德的马屁，就是这样。嘿其他也没人。小英不知道看了心里作何感想啊？那、哦、我觉得现在这种东西，此此一时彼一时啊。这时候烧冷灶是正确的，可是赖清德是怎么回应这些民众的批评呢？他说我们一定要擦亮。 民进党清廉勤政爱乡土的金字招牌，你确定这是金字招牌吗？我看那个那个招牌哦、喔，上面已经那个锈都锈到发绿了。然后他说：“哎，绿色执政品质保证呢、啊？绿色执政，我刚是贪污保证吧？到处都是贪污，所以对赖金德来讲，其实他现在还没有检讨到台南哦、喔，他没有去台南办政件发表会。我真的希望他赶快去。” 去，直接看一看。黄伟哲甩锅啊！对啊，你你去你去看看，到时候台南那边的时候，党员会讲什么？因为台湾台南搞得太难看了嘛，这个难看到一个无以复加。这个林世杰居然好意思讲他女儿那个林林依婷啊，他居然说，哎，没有我爸不是潜逃，我爸是上山去爬山的。爬山？那爬山没带手机？出山的。对，收收不到讯号，那还真厉害，马上就就知道自己要出来了、啊。那林世杰为什么要跑这两天？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吗？ 邱丽丽为什么突然之间说啊我身体不好没有办法见客？哎、欸，结果林世杰一出来，哦、他身体也好，可以接受媒体访问了，<對>出现了那。那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不是很正常吗？我们我们都是同一个标准的、啊，因为国民党也有一个、啊、叫曹锦田啊，呃那个萧锦田，萧锦田,田也是跑啊，跑来跑去出来说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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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潜逃、啊，我只是我只是去办一些事情呢、啊，就这样子而已，都一样啊。如果问心无愧，为什么要跑？有什么好跑的？ 就算你本来不知道人家要抓你，马上知道就应该走出来。那我也不相信林世杰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有这么好的心情跑去爬山呢、啊。嗯、而且，而且说真的，一个人跑去爬山，两天不见蛋，做女儿的一点都不担心哦，你不怕发生山难还是怎么样啊？<laughs> 你是怎么了？<laughs> 你这女儿到底是怎么当的？所以我觉得这根本就是鬼扯。所以他们越是这样搞，其实我看得越爽。为什么？因为就让大家更看清楚这些政客丑恶的嘴脸。 那问题是他们就是这样搞，就好像其实我相信小智今天写一篇文章出来洗地啊，发了四点声明啊，那个其实对民进党来讲根本是在他脸上再重重赏一巴掌，没有错，看<對>笑话。那林志杰的说法是这样，林世杰、邱丽丽又何尝不是呢？嗯、所以这一些都会更加重赖清德的负担跟民进党的负担。那至于郭董到底要不要学其实我一直认为郭董想选。 我一直认为他想选，他如果不想选，他之前就根本没有必要去吐槽蔡英文政府，因为他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的本质是商人，商人没事去得罪政府，到底要干什么？那他会选择，他也不是在当时去年就去呛政府哦，他是要等到今年，不是快要到今年了，去年年底的时候才突然之间呛。那请问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嗯，就表示他起心动念了。我一直是这样认为，只是起心动念跟是不是真的规划好。 跟他把整个局势是不是都预判很好？我觉得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大家不要忘记，毕竟他上次滑铁卢过一次，这一次他一定会非常谨慎。我相信郭董年底之后一定会告诉大家他最新的动向。年后我们大家等着看啊，但我们看看官员们。那么年后还有一个人，他也等着看，他没有想要走。其实我不想走，其实我想留。我们的苏贞昌院长连民进党党内都认为这个风向看起来好像苏贞昌要留任了吗？ 政府超支的是四千五百亿，哎，不是蔡总统宣布，是由这个苏贞昌院长抢先一步来宣布说啊，要来发给民众与民共享。但是呢，这个当中为什么每年连续这么多年都是超支？外界批评啊，尤其会计师啊、财务长啊都说，这根本就是行政预算哦、啊，官员的不专业。 居然行政失灵到这个地步，可以让整个预算估算这么不精确？想不到院长说话啦，他说可不是这样的，是全世界经济学都跟我们家都是跟我们同步的，然后只是台湾的业界跟全国民众表现特别好，并不是我们行政作业有问题。结果这个连党内的高佳瑜都批评说这个说不过去了，实在硬凹的有点离谱。但周玉蔻啊，很好笑，周玉蔻又泡出跳出来。 炮轰了，他说高家瑜是投机，是故意的，甚至很难听的话都骂出来了。他还呛虾哦，他放话赖清德哦，你必须要处理高家瑜，你不处理就给我走着瞧喂，他直接跟赖清德喊话了哦，所以苏贞昌现在是怎样？真的要留用来呃用蔡英文他的一个棋子来卡住赖清德吗？看看苏新苏贞昌这两天做什么，来看看风向。他到呃机场去说他当年怎么守。 锁住朱文的，看看这段画面。二零一九年一月十四号担任行政院长，第一天就到桃园机场下令严查。今天快满四年，我们还锁住，还没有被染红。男人太狠了啊、喔！要不是他讲，我们还不知道。如果没有他，我们没有猪肉可以吃哎、欸，杨明。 欸、如果上任三年都还在讲一件同一件事情哦，<laughs> <laughs> 我觉得这个有点可有点惨了哦、喔。那当然，呃，苏贞昌这个隔奎保卫战还没有，其实还没有揭晓了。嗯，那包括蔡总统都还没有这个松口哦、喔。可是呢，目前看这个气氛，他留任几率有，至少他自己不想走是真的、啊。对，至少但是我说现阶段看起来党内哦也没有人。 好像也没有人，除了王世杰以外，黄黄伟只有说建议他留任啊，对，陈时迈也送了也说他可以、啊，对，所以你看他他这两天他的那个哎、欸，整个那个说话的态度哦、喔，也变得很谦虚哦。 哎、欸，他说这个这个呃，执、欸、政的现势哦，给他温暖哦、喔，他倍感温暖哦、喔，有没有？所以這 <laughs> 那个男人太狠了。对，所以他突然<是>突然变得有点谦虚的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了。要么是他知道他留不住，要么是他知道他留得住。嗯，但既然就是这两种可能，那八号吴依农的这个这个选举的结果，有可能会再有一波的冲击、欸。如果是赢的赢的话，当然。 哇，那苏文昌真的可以放鞭炮了，哎、欸，可是如果这个民进党是选的很不理想，那可能党内包括我，我跟你讲，王世坚是那个选区的，他一定第一个出来，又是你苏文昌害的，哎、欸，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因为下礼拜答案应该就要揭晓了，所以这个很快就会有有答案了、哦。王世坚讲最好笑，王世坚是说那个当年袁世凯因为要救国救民，所以要当皇帝，现在呢，苏文昌为了要稳定政局，所以要留任。 继续当格鬼，对这、那个真的很精精、那個、准。那个坚哥哦，这个昨天他讲这一段话，我刚好在跟他同一个这个节目在录影哦，我听到我真的是哇天哪，他讲那么辣啊！而且他甚至 <laughs> 你知道他是用他用那个小人来形容苏贞昌，哇，我我都听得这个是有点瞠目结舌了、哦。在一点一年前在我们节目就已经这样，不过他们骂不下来啊。对，你看像 Coco 姐，她说要处理高嘉瑜哦，哎、欸，马上立法院党团。 已经说有立委已经提案要把高佳瑜移送党纪处分喽、嗯，是的确、欸。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时间你要处理吗？因为马上要初选了，如果他党纪把他停权，欸、他不能连任，哎、欸欸、所以原来啊，民进党里面已经有这个所谓的哎除鱼计划，真的啊，就是这样啊，嗯、你不要忘记哦，这个周一蔻当初一万块也是他第一个喊的哦，<對>后面就有立委说。 出来响应，跟着 <著 S 1> 没错，所以现在他们这个要处理高加瑜的这个氛围哦，也可以考验说民进党的内部哦、喔、对这种所谓的党内的言论自由能够容忍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高嘉宇最近可能皮要绷紧一点，不要在这个这个大逆不道，所以可能哦连连任的机会都没有。看起来向是零容忍，那在容忍不一样的声音的，<laughs> 看看很好笑。那个我们看看我们的行政院，光是要一个还税于民，哎，扭扭捏捏,捏，前后不一，各种版本，花了那么多时间才决定，可是人家诈骗集团厉害，他一宣布要呃还税于民，要怎么发六千块，马上就每个很多人说要简讯了。 我们有，我是先收到大家提醒，不要收到这简讯，就是点的这个诈骗，就是告诉你说恭喜，公司不要发了，赶快点进去，然后就要骗你的钱之类的。前面发言人还赶快说：“哎呀，去年查获电信诈欺集团就有八百九十三件，如何如何，比同期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五，叫大家小心不要上当。”但问题是，我们的诈骗行为哦，政府记得吗？去年还说要成立一个叫做“哎，有一个小组啊，防诈小组，还是跨单位，跟内政部经管会啊，成立。” 防诈的国家队到底有没有发挥功能？我哎真的，我们要避免被骗很难。你看看他的手法哦，严谨搜索中信银为什么？因为有女行员居然还可以跟诈骗集团串勾，他们串勾可以把每年呃每天固定只能五十万的转账金额提高为两千万，让受害人好上当可以转账。那么专案小组甚至还有这个六名被害人被带回去哦。另外一个家里的案子救出来的人里面呢，三十八岁的灵性女子，这十一名嫌犯。 哦，居然还只有两个人一万块交保，三个人无保请回。其实去被囚禁起来的人，他们只是去干嘛？过年，他们想多赚点钱，去争清洁工而已。居然去争个清洁工被抓起来被关，然后那个各种账户要你。 吐钱出来之外，这些把你抓起来关啊、囚禁的人，交保的交保，无保的无保，这有没有天理呀、啊？太夸张了哦！那诈骗集团的付出代价这么低，当然随便都可以继续啊。或者是有个男子上网过年之前，大家真的辛苦嘛？想要好过年，啊，想要卖存折赚二十万，结果又被软禁。那警方刚好去查访现场的时候，嗯、他赶快求救说：“我是 Kong p 赶快救我哦！”然后我们呢，我们今天很小心的把。 自己觉得应该不好骗才对，结果呢，有个 Whoscall，我自己也有，这个通常用来过滤电话哦，这个一打进来是什么样的身份，是什么电话，可以过滤，避免呃自己误触嘛，哦，有些诈骗集团被骗啊，结果现在连这个系统都被侵入，显显示银行电话，害得被害人相信了之后，直接被诈骗了二十万，所以你说，我们经管会内政部这些打诈国家队到底做了什么，还是带头一起诈骗呢？ 台湾的诈骗集团手段越来越灵活，然后越来越跟得上时事。你政府发布什么时事，我马上跟进，比他们有效率。这个你意外吗？因为我们政府自己就是诈骗集团啊。那你诈骗集团交出来的子民，当然也是一堆诈骗集团啊。这有什么好奇怪？台湾从我刚开始当记者的时候，就已经是诈骗之岛，当时到处在输出诈骗手法。那现在只是。 就是精益求精，越来越厉害而已嘛。那所以我觉得罗秉承很扯的就是他居然把这当政绩哎，说我们去年查获八百九十三件，嫌犯八千一百四十一人，较同期增加六百分之六十五你你在得意什么、啊？<Yeah. S 1> 这代表短短一年之内，诈骗手法成长了至少百分之六十五哎，而且还一堆你没抓到嘞你到底在高兴什么？这表示你政府防堵诈骗根本不利嘛，诈骗集团越来越多嘛。 如果照你这样来讲的话，因为我知道罗秉承想要强调的是，我们已经抓了这么多人，请问一下，你抓了八千一百四十一人之后，请问一下，诈骗有被遏制吗？嗯，还不是一样，满街都是。我们不是我，我相信每一个人几乎都接过一堆诈骗简讯，一大堆。那请问一下，诈骗简讯这种东西在台湾至少二十年的历史，了。那政府拿出任何一种可行的办法没有？没有，政府到最后还是从银行端下手。 从源端下手，说哦，你那个三十万以上要通报啊，什么东西？那结果你会从这个下手？难道诈骗集团不会？我现在就直接勾结行员了、啊，这样你就没辙了吧？所以我跟你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嘛，你要想办法去追嘛。结果你们根本不追，那对诈骗集团来讲，我就用老招，我就已经可以骗一大堆人了。但是我觉得更可怕的就是，之前记不记得青浦寨啊，或者是柬埔寨那边发生事情呢，我发现这种诈骗被拐拐带啊，被压。 压人掳人的这种事情的时候，那一些民进党的、啊、那些绿营的都、嗯、都故意在意有所指的影射说啊，这些人就是自己自己想要骗钱嘛，自己想要做坏事嘛，才会这样被抓去。自加入诈骗集团等等的。那请问一下，这一次抓到这个，他是在争清洁工哎、欸？真的，只是想要多赚一点薪水。你你觉得会去会去弄清洁工的人，会去想要办法去应征清洁工人？他就是想要贴补一下家用，就是想要赚一个。 很基本的一个薪水，甚至有的时候搞完连基本底薪都没有了，就是很微薄的一个，就是为了吃饭。要过年了，然后您这样都被骗，嗯，那你就知道第一个，这反这件事情反映两件事：第一个，台湾现在过苦苦日子的人有多少？有多少人根本没办法过这个年，所以才不得不去做这件事，不得不去弄个清洁工干嘛？第二个就是连诈骗集团也急了，大家都对苦啊对！诈骗集团连这种也要骗，嗯、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所以台湾的是这表示这一再再都显示台湾现在整个诈骗情况越来越恶化。可是你政府做了什么？束手无策，你完全没辙啊！我老实讲，你政府办案效率差也就算了，然后你们相关的罚则又低，你说抓不到人，至少你立法把它罚则提高吧，至少让这些诈骗集团会怕吧。 抓到之后判他个十年八年哦，交保哦，才一万块就交保了，无保请回哦。都是这样子主的力道吗？年关将近了，我们大家这么苦，很多人真的只是想多赚一份薪水过年而已。万物皆涨，但是现在看起来人民好像只能自求多福嘛。休息一下，马上回来。<music> 大会快过年了，你买年货了嘛你会发现到万物皆涨，好贵呀、啊！但是我们的官员做了什么呢？当我们农产品出不去的时候，他所有的抗议啊，跟国际组织抗议啊，哦，然后骂对方，呃，不对啊，是他们欺负我们。那所以呢，我们通膨年代，农委会做了什么呢？好暖心哦，他出六十元的幸福餐盒，出几个啦？ 那能不能有办法知应民众真正的需求啦？用这个来解决整体的这个相关政策通膨政策吗？他说一天要供应两千份，那主菜是国产的青鱼、白带鱼啊，就是可能现在卖不出去的为主，正式提出来政策。他说啊，承诺哦，过年前帮助大家做平价专区，春节前农产品上架的通路，设定在特定的时间推出特定的品项啊，农会啊、渔会啊、超市都有席食专区，品质很好。 虽然比较不好看，但是便宜，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熟悉？那 <laughs> 不是我们经济部长王美花也只能提出这些吗？还有解决经济政策的方法就是这个啊，所以早就。 呃，很早啊，十大通路业者响应啊，各个便利商店卖场都有抗涨专区、平价商品，甚至全年还有裸卖安心平价专区，人家早就在做了啦。我们官员有没有做点别的事情啊？有没有找到国外的通路，或者是真的帮农民解决问题，渔渔产品做出更好的国际通路？没有哎、欸。那么，呃，经济部跟农委会做的是一样的事情啊，然然后呢，到底是可以帮助谁呢？呃，这个。 抗涨专区哦，这个蔡政府真的要感谢马政府，这是马政府创造的。当初那个油电双涨，大家还记得吗？当时也是物价万物齐涨，结果呢，那时候马政府的经济部说，我我们会在卖场里面设置抗涨这种平价专区，哎，结果呢，他说被骂翻呢。为什么？因为你设了这个抗抗涨专区，表示除了这个区域以外的不涨，其他都可以涨。哎 <laughs>、欸，我们等着看到时候就是只有这个专区里面的不会涨，其他的表示你业者可以赶快涨啊。 你趁现在，我们到时候反正你不涨的，你们就把它放在这个评平价专区里面哦、喔。好，那当然这个我觉得，现在你看这个那个要官员哦、喔、比较谦虚的话，真的只有审预算的时候。哦。你看这这今天那个什么薛瑞元也也愿意跟立委道歉啊什么的，可是哎、欸，这个这个我觉得你你那个六十元便当哦、喔，你知道如果今天我们要买六十元便当，到哪边量最多？台铁啊。哦，对啊，台铁还是有。 最便宜的还是有六十元的啊，只是说，欸、它的那个那个相对来讲就是比较阳春一点的菜色了。但是，哎、欸，台铁还有，我记得是一块那个卤排骨的那种最最阳春的那种。那个部长其实我们要的是政策啊，对，就卖便当。 不是，而且还你看还报道说，哎、欸，很幸福哦，很幸福的餐盒，哇，真的好像拿了这个六十元便当就可以很幸福哦。这个我觉得有点本末倒置了啦。当然，如果今天能够帮这个农渔民销售他的这个农产品，让他不会滞销，我觉得这个这个政策的效益可以达到，没有问题。但今天整体的整个物价上涨，通膨。 你不是只有那个六千块发钱了事，也不也不能只靠这个什么平价专区、抗涨专区。我觉得政府要拿出一点办法。可是老实说，在整个国际通膨里面哦，台湾真的已经是影响相对小的国家了，因为我们的能源价格已经大量的被政府压抑了，用我们的人民纳税钱去压抑的。没错，没错。所以我说这一块哦，其实我们后续哦，为什么你看行政院为什么说要预留那四百亿的不时之需？ 因为很担心啊，去年如果去年买这个采购天然气的这个额金额暴增，今年不会吗？哦，那么依赖对啊天然气，所以我我今年真正我们最麻烦的就是能源价格还是不会短期内不会下降的，的时候呢，我们政府要如何去应应这个通膨后续的效应？我们还要继续观察，而政府在这个时候突然想到要去。 要你知道要去这个补贴什么房贷啦、啊、租金啦、啊、什么的，我觉得先让人民过个好年比较重要。 哦，这个好黏！你看看薛瑞元部长终于道歉了，过去多么的这个畅秋嘛，在立法院里面跟立立委对抗哦。那么，甚至卫福部还有个公积金要帮高官办趴，这是谁的？当时说年轻人自杀率很高，我们的卫福部新建司司长公开的讲，而且在国际会议的场合里面讲的，那是因为我们高楼太多而所造成的。虽然现在传说要退了，居然还有长官逼每个人帮他办欢送会，要缴一千元当公积金，收五百元当礼物费。 那这个跟高洪安有什么不一样吗？那么这些案件对于高官日子很好过，我们民众日子好过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台湾的外交关系又发现松动了吗？巴拉圭，这是我们在中美洲唯一的一个邦交国，发生什么事呢？现在他们正在准备要进行总统大选，四月三十号。结果呢他们在野执政党的这个候选人居然说呢，如果赢他他他当然执政党现在是说赢得选举的话。 跟台湾的邦交不受影响，但是在野党不一样，在野党候选人就喊出来了：如果胜选的话，就要跟台湾断交。哎、欸，这個、可以当政见，<laughs> 跟台湾断交，要跟中国开展关系哦。因为呢，他们的大豆跟牛肉市场需要中国市场哦。为什么？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八号，我们印象非常深刻，没有忘记。当时《Financial 金融时报》报道，我们的友邦啊，巴拉圭总统公开的跟台湾讲。 钱来钱来，他还要在十亿美元台币三百一十八亿来给他们国家帮助他们抵抗来自于北京要求外交转向的压力，否则他撑不住了就要分手了嘛？哦，当时外交部还怎么说？哦，没有没有，我们给这个钱呢，三十亿美元嘛，是为了投资环境优异的这个一个国家在南美洲，让我们台商可以进军南美洲。如今时过境迁哦，当时巴巴拉圭总统阿布多还说跟台湾的邦怡是。 没有条件，后来啊又改口说没有条件的了。那显然现在这些候选人们已经都讲了大白话。那台湾这个十亿美元外交风波之后，呵呵说是投资了，但这就是一种外交不得不的妥协跟投资吗？台湾就会因此失去南美洲最后邦交国吗？二零二零年外交政策期刊里面告诉大家，巴拉圭跟台湾建交每年损失是台币九十九亿。为什么他们国家会损失这么多？哎，原来是占他们国民生产毛额的百分之一。一 因为算一算就好了，二零二二年对农民，他们农民跟牛肉厂商哦，对中国的进口是四十亿美元，对台湾进口是一点一，不一点八，一点一八亿美元啊。可是这本来就是市场的规模不一样，这是很现实的条件呐、啊。那么美国呢，打破一百六十年来的记录哦，最新的消息是，呃，众议院院长初选哦，还难产呢、啊。 从来没有过，不是说最挺台湾的麦卡锡共和党的领袖公开了好几次喊出来说“抗中有台”，主张要加强台湾军力，结果十一轮投票到现在都还选不出来，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如果当上议长就要来访问台湾的，我们本来也想说再一次来一个麦卡锡，不知道又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哎，可是现在根本就连国内他们自己立。 那个众院都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之下，我们国内当时怎么看的呢？张琪路委员在访问的在咨询的时候问陈奇陈明通，前两天哦，陈明通回答说，如果说麦卡锡访台会不会在踩红线呢？他回答，中共的红线是不断漂浮的，他他的论文知道是不断漂浮的吧？那我们怎么应应呢？我们知道跟着漂浮吗？还是怎么样？我们的漂浮法是什么呢？南韩。 国会副议长低调的来访台，其实在这个新闻上面处理是很低调的，其中包括了国会副议长哦，跟台湾的这个韩台的议员亲善协会等等这些人，议员一群人来到了台湾访问，还跟蔡总统拍了照，但是引起了中国驻韩大使的不满，公开的谴责说串访台湾严重违反一中原则，跟中韩建交的公报也是违反的哦。 孙生昌当然就立刻呛啊！哦，他说这个是恶邻居啊！外交部也说这个言语粗鄙的战狼行径令人不齿。但台湾的国际现实就是这样，不止对内的环境很很惨啊。我们的政策看不到，对外的外交也是很小汉，好可怜。老蒋八国。 巴拉圭一直都非常危险，因为中国大陆已经跟他们接触非常非常多次。那为什么他们会在大选里头直接提出来这种证件？就是我当选就要跟台那个台湾断交，跟中国大陆建交？因为他们这种呼声越来越高，因为中国大陆给的一些好处越来越多，包括去投资啊、协助他们的基建啊，甚至把“一带一路”开展到那些地方啊，提供他们贷款啊，所以对他们来讲，诱因是越来越大。你看，巴拉圭。 他们是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他需要很多的资金投入。那不要跟我讲说巴拉圭多优美、啊，如果这么优美还轮到台湾人家这一堆人早就去了，就是不够优美嘛，所以才要争取嘛。那为什么他们去年会跟我们要十亿？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二百五跑去跟一个根本没邦交的立陶宛说，我们给你十亿，给了更多钱、啊。对啊，所以现在其实我们也没有真的给立陶宛，因为立陶宛在跟我们叫，哎，你们讲好了给我十二亿，怎么没来？ 那但是问题是，你是巴拉圭，你心里头会想，哎，我顶，我帮你顶住了、欸，我没有跟你断交哎、欸，欸、对，结果你给没邦交了，给十二亿，那你不给我，不莫名其妙吗？但是巴拉圭会不会走，其实跟台湾本身的关系并不大，跟美国的关系比较大，嗯因为实际上巴拉圭没走，是美国叫他硬挺的，是，其实是这样子，所以这一切就是中美之间在角力，那就看到最后美国能不能。 帮助巴拉圭顶住，但是我觉得会越来越不乐观，因为你看啊、哦，最近这一阵子美，就去年这一段时间，拜登不不断在全世界各地出访，然后到各地也都有带一些伴手礼啊，说要提供他们一些帮助啊，金额都很小，大概都走中国道路十分之一，甚至有的还百分之一，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你你你要去拉一个好朋友来，结果你给的东西越来越少。 人是会变心的，所以我觉得当美国在这一方面哦，恐怕越来越不乐观，所以我们的邦交国也越来越不乐观了。那至于说麦卡锡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搞得很难看，一百六十四年来第一次。那他们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因为当时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他们有一次拖了两个月。那可是这一次再来说，你共和党是多数党，哎，多数党虽然说赢的不多，可是你没有一次过就已经很难看了，就现在十一轮还没过，那。 争执点在什么地方？争执点其实很多，因为有有他们里头有五固定五六个人，就是非常讨厌麦卡西。你知道？他们要求他们要求的条件就是，那麦卡西答应说，你们只要五个人起来说要把我拉下来，那就可以产生动议。结果这些议员说不要，我们要一个人提案就要就要把你拉下来，就可以产生动议。那也没有共识。对，那实际上本来照理来说，一开始是大概五六个人、六七个人反对，结果。 你经过几轮协商之后，再来讲应该越来越缩小，没有错啊，应该是、啊、不是越来越放大？<laughs> 越来越、越来越。反正他们把越来越多。哎、嗯欸，你要知道，昨天连川普都跳出来，哎、嗯，川普说：“哎、欸，我们应该要支持麦卡锡了，不要再乱了，<laughs> 再乱还得了？”嗯、你知道，最后他们有一个议员跳出来说：“不要，我们要让川普来当议长。<laughs> ”因为你知道，美国很很诡异哦，他们的众议院居然没有规定说一定要是众议员才能当议长。嗯。 所以，川普也可以当，有机<機>会。对，这个这个太瞎了啦，所以就变成搞得一团乱。那我我个人是认为，就算最后他们终于取得了共识，麦卡锡还是当了议长，可是这个议长就变成一个超弱势议长，因为讲的话我，我我觉得真的会听进去的人恐怕越来越少。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恐怕也是一大。 一大变数，以后国会会变得非常乱。那当然对拜登来讲，可能是一个好消息啊、喔，因为至少民主党这边一票都没跑。嗯、我觉得这个美国的情况真的很怪。那可是这也牵动到我们台湾了。对呀、啊，对，因为那麦卡锡这样子的话，話的他可恐怕会更积极的想要来台湾。因为假设他这样子来上的话，<laughs> 因为他必须要挽回他自己的一些声望啊，<是>要去做一些动作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会对两岸增加更多的变数。 所以这个变数又是要把这个危险丢给台湾，台海又危机又要来了吗？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们、嗯、刚聊到，如果麦卡西在台湾到台湾来的话，要访问，那接下来台海又更危险了。现在办什么呢？办共谍啊？要告诉大家很危险。前地委罗志明跟海军退役少将，通通都被侦办，还被说有后门。高雄法院让他有其他的门可以走。但现在办这个案件有没有特殊的意义在呢？风向还是要转移焦点吗？呃，连续两天哦，都有这种共谍案在侦办。那前天是有四个这个、这个、这个军官哦被羁押。 那昨天哎，是钱立委跟这个钱少将，哇，那可是哎，可是这两个，你看一个二十万，一个十五万交保，看起来我觉得在检方这个掌握的证据上面，可能还要再多加这个加把劲哦。看起来目前这个涉案的程度可能还不到。检方驳回羁押申请嘛。我们现在都都用那个六十万交保来当一个那个那个标准线哦，但这个二十万十五万可能好、这、少、个、好少。好少对，看起来这个涉案程度还不够强哦。<对>可是、嗯、老实说了。 为什么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每次只要到一个有，哪个你要不要补选啊，要投票前啊，哎，就开始抓共谍。可是这个，我们就举那个之前这个台北市议员侯汉廷他的这个案案子来来来讲。